我是虎妹。好，大家好。那我们最近因为防疫期间，那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很害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跟大家宣导啊，我们洗手、勤洗手非常重要哦。洗手的口诀是什么？内外夹攻大力丸。对，尤其是下课的时候回家啊，一定要记得先洗手，才可以用餐，对不对？那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。要人与人之间要保持距离，那尤其是秘密空间搭电梯的时候一定要戴什么？口罩。对，一定要戴口罩哦。那我们尤其是这段时间最辛苦的防疫的英雄啊，他们在默默的为我们付出努力，我们跟他们说谢谢，谢谢，跟他们说辛苦了好吗？辛苦了。好，那我们戴口罩咯，跟大家讲说戴口罩非常的重要哦。好，戴口罩非常的重要。那最后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